信不轻易恋爱，也许明天我会遇见比你更适合的男孩。接受爱情自有安排，谁才是我的爱？寂寞伴随自由色彩，迎面来，头发甩甩，大步的走开，不恋迷信的小小悲哀，挥手拜拜，祝你们愉快，我会一个人过的精彩。挥手甩甩，大步的走开，不恋迷信的小小悲哀，挥手拜拜，祝你们愉快，我会一个人过的精彩。谢谢我们的四位可爱性感的老师。小鱼的这一段表演，一个人的精彩，精不精彩呢？小林老师，很精彩，而且很稳。其实我觉得真的舞蹈动作不是说一定要跳得多花俏才叫做跳舞，我觉得你的节奏感律动，然后再加上你自己对于你掌握声线还是很稳定，你真的处理得非常好。谢谢小林老师，他已经很专业了，对不对？非常专业。马上来看小鱼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来，我们看一看于超颖今天的表演，一个人的精彩得到的分数是80、83、84分。哇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舞蹈老师，谢谢。哇，你不得了了，小鱼，什么都会啊，是不是？淑俊老师，胆子这么小，不敢高空弹跳的人，但是在表演跳舞上，我觉得相当的到位，而且我觉得他有一种艺人的胆识。就是在唱跟跳，他都知道哪些地方要做到一个到位的地方，动作的那种精准度，唱的控制力，这整体来讲，我是觉得你现在的状态应该已经是准备的差不多了，蓄势待发。那当然在比赛的过程没有给你足够的时间，我如果觉得说你今天准备要再开一个演唱会的状况的时候，你已经具有这样一个潜质，再多一点时间，再多给你两个礼拜，大概就跟现在时下的艺人差不多了。哇，恭喜，很高的评价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哇，真的，我觉得，所以其实人家说是台上三分钟啊，你要知道他们下面可能花了10年功，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一点一滴都看得出来了。那既然你已经有这么高分，在这边完成你一个心愿告白，听说现在喜欢我们哪一位同学是吗？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开玩笑。特地去看他演出的那位小台客，对，小台客，曾志豪。那已经站起来了。对，他的个性吧，比较开朗，然后，对啊，然后就比较能和大家打成一片。你越讲他越紧张，开始扣扣子，手还插口袋，要摆帅。你看那耍帅的嘞。好啦，那待会过去就拥抱一下哈，那请他来祝你这个升级啊！恭喜小鱼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真的好。接下来这位呢，别看他胖胖的，他也很努力啊，欢迎林道元。林姐好，老师好。林道元，你对快歌还是有阴影吗？会害怕吗？其实一开始真的很害怕，因为我那时候是因为快歌被淘汰的。可是后来我看过你表演那个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歌翻成中文，你表演得非常好啊。对，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是会有那么一点阴影在，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慢慢去抓到去享受那个跳舞的那个快乐的感觉。啊，今天带来的歌是那个庾澄庆的爱你的只有一个我，爱的只有一个我。哇，辛苦哦，大家好好跳。哎，还是他要最后一个再出场，舞台 OK 吗？好，不要太用力哦。好，不会有这种跳起来再降落的动作吧？不会不会不会。好好保重啊！掌声欢迎林道元的表演。那听众知道，那因为我是在第二届星光大道，那时候是因为舞蹈被淘汰，所以一直有个心愿，是我让人家知道说，其实胖子也是可以跳舞的。
道远非常期待这次的肢体考验，他想告诉大家，胖子也是会跳舞的。但没想到，在练习跟女舞者互动的舞步时，道远竟尴尬的不知眼神该放哪里好啊！你遇到那个四个女老师的时候，就会害羞，然后一边害羞一边就放松。害羞的道远能突破心防，却只成功啊！Body be a body bear, body be a body bear, for survive. I need a 只有一个人， I need a 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我。Body be a body bear, I need a 只有一个我。窃听是什么声音？是否在眼前诉说？这看是什么影子？那影子多么寂寞，这天地嵌在我的手环里，那用着你的勇气拥着我，如今你不在我的怀抱里，那影子急速风儿说 A body b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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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你的只有一个人，爱你的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我。